家好，我是小新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拉萨布达拉宫脚下。今天啊，我将开启一场特别的体验之旅，就是与拉萨第一条导盲犬共同度过难忘的一天。让我们一起走进它的世界，感受它为盲人朋友带来的无尽的便利和温暖的陪伴。跟着去喽。你去搜一下。给它接起来，接起来，看一下。对，回去，起来。你看能走。估计坐下。哎呀，估计我，你，刚刚呢，我们看到了达琼老师和福菊在家中的互动日常。那么现在就跟着他们一起出去逛逛吧。真过去的话，跟那些人送就参观，难得买起。当不中那些地方吧，这个他们从那都是直接，我们把那票给参观过去呀，给一记。谈的满足福菊票的那节，大王可在做的。大王阿伯已经到休年来不嘞，说不能大门多。福菊那节，看他错了呀，偏到还穷。福菊那不嘞，俺错了，偏到还多是，到啷个他就吃呀？这个阿香香果然给吃来了哇！你没应的，你出来拿老来，你要不就他妈可能就这么子呀？但他们心里。俺这个生猪忙不起，该都你家那个生猪忙不起，马上就过去个多。俺这样几个厂长，基本上都养过几条羊，生出来等于一百块钱，这都话普通的话，天子天子些，咱们这个给他利息都养，就不晓得。慢点，不急，慢慢的走。哎呀，你真听话。哎。很好啊，福菊。经过这一天充实的体验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导盲犬不仅是盲人的眼睛，更是他们心灵的灯塔。在西藏拉萨，导盲犬与转经的人群以西藏独特的高原风景一起，共同绘就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。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支持和了解导盲犬事业，让更多的爱传递到有需要的角落。